谁说霸气总裁只能是男神？自从开了公司，球球的画风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实力派了。最近晒出的视频中，球球就狂秀演技，飙起戏来哭得歇斯底里。你太我好了，你们要报应。这一声怒吼真发自肺腑，唱起歌来才又恢复了接地气少女的原型，只是这二人转味有点太浓厚了。不仅直播唱歌，球球还在直播中连线成也，为成也身边的本山大叔送祝福。大叔也是相当宠溺的隔空回复了女儿，好好播，别闹，好好爸，你说好好播，有没有什么更鼓励我的话？好了，我们播你们的吧。虽然只有简单两句话，还没露脸，但能和低调了多年的本山大叔有一秒的互动，对网友来说也是不容易了。在老爸的教导下，球球的为人处事也是情商100分。我自己充钱的话，我相信。我爸不会不给我抢，我爸，但是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做事做人都适可而止就好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被这个网络带节奏。别人的21岁大学还没毕业，球球的21岁已经是霸道女总裁妥妥的，投胎真的是门技术活啊。